来，加感谢哈。那虽然还在开票的过程，那我们有持续有在领先，那目前领先的幅度应该足以可以来宣布当选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大家好，很感谢哈、哦、啊，我们这一次在嘉义海区，咱所有的乡亲嘞，啊可以用这么好的哦选得票哦，让我这一次可以继续来连任。那尤其我非常感动的是，我们这一次在不只是我的选票有把它开出来，啊更感动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海区大家都说这是侯友宜的本命区，啊尤其是在六卡特助这两个所在，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。因为南扎公这里有太多、哦、包括侯友宜他的力量、哦、在这里、哦、在底下吼被发电啦、啊、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吼、哦，啊事实上大家也非常努力在拉票啊，但是这个国民党吼、哦、啊侯友宜力量越强，反而激化我们在地的支持者嘞，也用越强的力量来巩固赖清德的得票，所以我们在兔子跟六角都可以说是大赢的状况来领先。国民党甚至是柯文哲，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届，予咱海区的乡亲吼，啊，我真正特别感谢，除了予我认领，啊，都会使伫海区替赖清德吼开出这样的选票，咱嘉义无漏开，啊，我嘛希望未来嘞，咱的哦，咱的未来的赖清德所领导的民进党吼新的一个政府，可以继续全力来支持我们嘉义的建设。啊，再一次感谢大家啊！我们的两倍重力、两倍速度、重力加速度，然后加速加一的进步哈、哦，我们没有让大家失望，感谢大家，动算，感谢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